我是 Kingman 王建文，我是《瑪嘉烈與大衛》主題曲《我們的》的作曲和主唱。我去了我有七個城市，每一個城市裡面都是很支持 support Busker 的。我想我最深刻 Busking 的地方就是 Sydney 的，因為在 New Year Eve 的時候就倒數完很多人，我第一次嘗試個 Busking 的時候，我想一晚是有300多個人呢，即澳洲人圍住我這樣唱歌，我覺得是最開心的一次，好像即是街頭開演唱會一樣。咁有時我會可能唱一下啲廣東國語歌，點解呢？就係我希望將香港或者我哋嘅文化咧，就帶俾當地嘅唔同國家嘅人咯。所以我覺得音樂係冇分語言嘅。我們的。如果你問我咩人最啱聽，我覺得初戀愛嘅人啱聽呢首歌。和我的烟圈太孤独，何妨互相取暖，没计划那么远，联起两个世界便一起探险。我的发炎和你的高烧，这么病何妨互相感染。今天就帶大家來到喜帖街這個地方，其實來到這裡就完全是變了樣。其實我覺得香港有些東西都要去保留。更愛過的他，當初的喜帖更薄，印著那位他，要起婚紗照那道牆及一切美麗舊年華，明日同步擦下，忘掉有過的家，小餐台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，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马，总需会是神都别怕，请放下手里那锁匙好吗？叮叮電車對我來說就是我是很喜歡的。其實在小個的時候就跟朋友第一次坐電車，就在聖誕節來到出來看燈飾的時候就坐的，第一次的時候就覺得很開心。我覺得電車是香港的特色，所以我覺得一定要保留的，都送一首歌給大家， Stand by me。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. So darling, darling, stand by me. Whoa, stand by me. Whoa, stand now. Stand by me, stand by me.